爷爷，你今天太帅了，我要是个老太太，高低嫁给你。老太太哪到哪，我年轻的时候更帅，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，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。那我倒没看出来。滚一边去。光奶奶听不出来，小米粒去接去了。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孙子，要是那黄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，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，啊，明天就摆酒席，受了礼就入洞房。你吃什么不消化东西了？这乐什么？这不替你高兴吗？啊，看我布置的咋样？孩子出了不少力啊。爷爷，你看啊。你的第二个春天呢，马上就到了。头一个春天呢，还没到呢。你看，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一来啊，就是你的事儿一成，你就得帮我了。你还年轻，你着什么急呀你？你不着急，我着急呀。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，你那锅烧的哗哗开，我这边还巴巴凉呢。开了。我知道了啊，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，我全力的帮你啊。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，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哈咕嘟咕嘟开的冒泡，够哥们意思。不客气，爷爷。我感觉啊，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，必须的。要是都成了，那可真是比翼双飞，郎才女貌。夫妻双双把家还。快走啊，准备呛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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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王啊，让我来吃饭，吃饭就吃饭呗，还让我穿这身打扮，哎呀，真挺累。小米粒儿，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的兴师动众的吗？哎，黄姨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们啊，管这叫 cosplay。什么累 ？cosplay， 穿上挺累。哎呀，你都看出来了，我穿这个是挺累。哎呀，不是，怎么说呢？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，也叫做。角色扮演。哎呀，吃个饭还得扮上，真挺累。走吧，王小倩，老王，水要开了。老王，老王，哎呀妈呀，这咋的？这你们爷俩也都扮上了。哎呀，我穿着这个可累了，你是不是也挺累？我看见你就不累了。您来了，我亲爱的娟儿。哎呦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还是习惯听你叫我老黄，娟儿娟儿的，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。黄奶奶，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。这身上行，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。我心里不有你吗？丽儿，嗯，你跟我叫啥？丽儿丽。哎呦我的妈！能不能好好说话，叫个男人。这爷俩今天咋的了，一个娟儿粒儿粒儿。哎呦我的妈。行了行了，不说了，不是让我来吃饭吗？饭搁哪儿呢？黄奶奶你别着急啊，饭搁饭店里，一会儿出去吃。爷上饭店吃好省事儿，是吧？走上饭店。那个娟儿啊，咱是不是再唠会儿？唠会儿。对对对，吃饭前先唠会儿嗑，唠会儿就唠会儿。坐。哎，别坐。啊。坐这儿。哎，别坐。请坐。我到底坐哪儿啊？这个家你说了算，你愿意坐哪坐哪吧。你。啊，你就坐这儿。哎，你说我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。怎么是咋的？东啊西啊南啊啥都丢了。哎呀妈，这孩子说啥呢？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，我今天这是乐疯了。我说你
王叔人多好啊，又勤快又善良，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，是王叔。皇奶奶，你要是嫁过来，你就享福去吧，你就。对，王姨，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，我王叔肯定可疼。